读书嘛，就是应该书借得比别人多，提得比别人高，看起来很有文化气息的那种。可是也未免太多了吧。我是严占斌，今年26岁，身高1.8米，广东人，体重60公斤，毕业于昆士兰大学商业硕士。他，我班上大帅哥，帅得只差金城武一点点。不同的是，他比金城武品德好，个性好，成绩好。很巧的是，他也叫严占斌。没错啦，这就是我。张雪娇，我心灵的公主，在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就认定了她。和我一样，她也是昆士兰大学硕士毕业。当时我就担心这骨瘦如柴的小姑娘不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所以下定决心当她一个靠谱的男人，天天都煮三菜一汤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天天准时都有三菜一汤。直到everybody loses.
그대를 불러봅니다.